他们会很难过哦，就让他们难过一回吧。这样，嗯，就让他们没有跑呀，不然再加一点十一英镑砖吧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哎、欸啊，你地板不见了。对，对对，你要放上面一层。对，对对，对对，这样子的。躲超慢，这也太慢了吧！这最后一个会喷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进来了？不然呢、欸？啊，没有，他已经进来了，正常的、啊，正常的。对啊，我还在盖里面的东西。没有，还没开放入场，还没开放入场。嗯，有难行。这个到边边会被人家去。会要我吃卤肉饭。那、啊、等一下他们等一下就发大财了，有啦！哇，这个哇哦，这个、哦、我一看到我就不想跑啦！哇，发大财！开门吗？开门啦！哎、欸，下面有冰砖是什么？为什么是放冰砖？哇哇哇！我懂意思了，好过分！要放冰砖意思是什么？更慢啊，会更慢吗？冰砖超慢的，这样会更慢哦、喔。冰砖加蜘蛛网超慢的，是哦、喔，真的？嗯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在灵魂沙上面更慢啊！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是不是上不去啊？他上不去了。没有，旁边有洞，旁边有洞，旁边有洞。那天正义猫猫在笑我们啊，来。哇，这什么蜘蛛网？这个不是跑酷，只是纯粹浪费他们时间，多赚钱而已。好累哦！刚刚怕他们难过，对，这样子上不去吧？不行啊，这个上不去。不然原本是上面要放那个我，上面放那个不行吧？这个会卡住，不行。就是有半砖前面那一个不能的。嗯哦，限制他们走中路，威胁你中路，还要直接说他傻眼。嗯，真的。好慢，啊、超慢。有人走到那灵魂沙区过去了。对，我加快了，加快了。有变快，有变快，有变快了。然后这边做一个地层下线，然后拉下去了。超酷！你还不死？对，就是地层下线害人。忘记了。欸、这个是全身红红的，头上绿绿的，这是什么啊？草莓吗？草莓吧，草莓啊，对，应该是草莓。他身上有点点，应该是草莓。好可惜哦，被虫蛀坏的番茄。蛀坏的番茄，好可怕。那治疗药水买什么？加速药水。哦，你该选对，他竟然没选对。嗯，还有。种草好像也是水深火热，怎么了？要地狱了吗？大平原哦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进来要先做 send check， 哇，平原 send check， 你看见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啪，发大财，看到这东西太惊讶了，先做个先 check 一下。好久没有那个了，发大财吗？不是啦，发大财永远都没有啊。TRPG， 对啊。哇，真的耶，好想要玩哦。我也想玩。想找一个，阿宝再找那个人帮我们。会带团的帮忙带有没有？我突然也好想玩密室逃脱、哦，密室逃脱我也是，我也想，好想玩密室逃脱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揪一团了，揪了，下一半就走了，走下一半走啊，下一半走吧。我觉得你们好像都没有玩过。没有啊，台北中也很多、哦，真的。台北的也不错玩呐、啊，真的。比较好玩呐、啊，比较多玩玩没玩过的嘛。台中的话，我会比较近啦、啊。台中也好，可以。台中可以。揪两通啊，就对了，一北一南，再加一加一。发大财太多了吧？没有，一北一南，台中那个还是没有。你就算往北或往南。好了，就看。我决定。
只有北南飞的都可以。有车费就冲下去了啦，感谢新会员，不然我再冲上去嘛，看看哦，冲什么？你来啊，来啊，揪啊，你们揪嘛，不要最近了，拜托。明天啊，明天啊，就明天啊，就是最近了，拜托。来啊来啊，看你什么时候考试啊，来啊。然后每次都在我考试的时候，老说哎，名字导错了。走啊，出团啦！走啦，出团啦！走啦，走啦！读什么书不用了啦？要啦！反正读了也没用啊！小考读了书很久，还不是考很烂，有没有？高考大考大玩，考考考就没事了，玩玩玩。反正你在做什么？研究结果，考试前有些做放松的分数比较高。嗯，哎，这是真的哦。适当的放松，哎，要适当哦。那可以每天放松吗？不行啊。啊！他们还没到，我们好久啊！跑完就到了，跑完都跑完都跑完跑完，跑完了跑完了啊！那就这是草蛇吗？平原。好，超神！平原八千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发大财，发大财！哦耶！平原来了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病毒，发财，末期的了，末期了，可以啊！是病毒，我天哪！哇，是什么病毒？哎，是那边了。哎，你去拿对面的啦。繁星过去了，那我就不用去了。不需要你啊，对不需要你。分散，杀杀，有没有接机撞啊？小雨好痛，小雨好痛。哇，小雨你怎么了？很痛，小雨你怎么了？你会痛吗？再深一点，我就要一命呜呼哀哉了。哇，我跟你发大财。你是不是偷挖我脚下的铁？哦哦，对啊。对啊，你等一下还不炸你，直接说对啊，对，先不否认。哎，杰克，哎，我，哎，你书读这么多，你连妖弓是什么还是不知道啊？对，妖弓是什么？妖弓是什么？妖弓是谁？妖弓到底是谁的弓？就妖火的那种弓啊？哈？不是妖妹吗？哈？你告诉我，妖妹是她老公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不是什么妖兽啊？对啊，嗯，啊，妖公什么？公啊，我不讲了。公啊，哥啊。哎，小雨，我赢过你。哇，他折我，他折我，他切我。你上去的路，真好用。我看你从哪上来，我就可以从哪就下去。我就绕超远挖上去。别这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还是嗨，哎，你快走下路啊！这怎么还没跌上去，有一个人摔下来？这里怎么有一条路啊？这里是哪里？怎么有人挖三十九层呐？哎，中间挖过了。中间有人换稿去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还没有，我还不够十块钱，我还差一块钱。别我小雨，不是小雨，你我换，我要去挖中间。哇，你胖你！验一遍，验一遍。你选一个，中路比较重要。拆掉啊！我帮你补楼梯，怎么帮你拆楼梯？我都有录影存证呢。啊，不然这一层不是你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刚刚拆掉是我楼梯啊。哎呦，中间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我有 end破，中间是什么？中间200块啊，610。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我你要过去吗？我你有钻石高了吗？就是我有。你是不是也想邀功啊？有的。你是不是想着邀功？我还没有看过中间，前面有人的屁股哎。那你有看过邀功吗？没有，不认识不认识。那有看过瑶宫吗？啊，瑶宫。那有看过瑶兽吗？
哇塞，摇到底是攻还是守啊？那你知道造谣的意思是什么吗？造谣，造谣，造谣，谣他妈妈造了谣。对啊，所以叫造谣，造了一个谣，他妈跟他爸，对，造了一个谣。什么？造谣？那你知道遭殃是什么吗？哇，你叫我开心吗？你不知道遭殃、啊？你是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、啊？遭殃啊！遭殃啊！不是不是，你要说正常的意思，还是你们在笑的意思？你们一直都说正常的，我们正常啊！怎么正常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是有人笑得太开心了？不是，没有笑口常开啊！啊，遭殃！你说走路走的遇到殃殃啊，遭遇到殃殃啊，遭殃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殃殃，那你想的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对啊。遇到人不能用遭遇，遭遇是不好的东西哎、欸。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不好的东西？那巧，自己是好的东西啊！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不要这样说自己，不要这么看不起自己。对，自信跟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遭遇就是讲不好的事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吃一个布丁，好不好？我玩游戏遇到遭遇在我很高兴啊，对啊对啊，来我们这边哦，特别奖励。布丁怎么了？你到底讲什么？我怎么头问号？你干嘛、啊？坐着。他还没反应过来、啊。就跟那时候我们嚣张哦。布丁，一天一布丁，开心伴着来，开心发大财。开心发大财，发大财！有没有代沟？有了，熊毛戴耳机，差不多可以上去了。我忘了中间要回家，回了100年。你说挖挖果、挖冰、熊毛戴耳机吗？不是，是团团国、团团冰，没有，刚刚是团团国、团团冰。啊！我说熊猫戴熊猫戴耳机啊，他们听成熊猫戴耳机。熊猫戴耳机，熊猫戴耳机，你没塞哦？你就戴着耳机啊？你是熊猫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说他们听的哦，谐音嘛。啊，努力有了。好，你排除间谍，你排除间谍。你不是你有做事，你现在就是要去炸国王了。对，你想要邀功吗？我现在就是有遇到邀功了。你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一直去想去炸你吗？我们去炸你才能排除那个间谍的那个名单。然后回来就说：“小雨，你好可恶啊！”那接下来想要不是间谍，我看到了，我刚原本要抢，我抢不到。那也是你，因为你想抢才看到啊。没有，这是干嘛？这是我的。李显，小雨很坏。我知道，我看到的。你知道我刚才卡到，怎么被我抢得到的？你干嘛？你也想抢啊？不小心就讲出心声了。哎，对方入侵哦，对方入侵。OK OK， 有啊有啊，请回去啊。亲过去，我觉得你比较擅长啊，你比较擅长。哦，没有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比较长，你更擅长啊。你那个夹嘴巴有夹子夹过的比较大。没有，过不去的可听起来比较有感觉，对，丰厚。不要，过去一层，你剪一下。不要，你剪一下这个。把我再拖了吧，我现在剪到了。哦，小雨，你这个垃圾！你说谁那边垃圾？哇，丢了很多垃圾！你是不是积了很久？是不爽很久了？你是不是等很久了？太过分了！我有黄金啊，怎么那么黑呀？啊！我现在脸也超黑的。哇，杨，你这边刚不挖？没看到。没关系，我看到，我帮你挖了。你看，这就叫巧遇。金砖哇哇，辅导是谁？我等下回头，等下挖给他看。怎么样？你不挖，那我挖。你看，这就是巧遇，巧克力遇到金砖了。啊，巧遇！哎呀，真的是巧见，巧遇遭殃。哇，以后都可以上去吗？哇。
干嘛？啊、你也挖不到啊，辅导作者。干嘛？自己下去啊！五百秒了，一百。小雨是间谍，他在跟人家做私下交易。哦，好，双手举高。他收了对方给他的牛排。哦，他的死铁啊，就像个铁而已。抓！杰克，你是不是盖太高了？对，有点太高了。哦，间谍，杰克，我是你。不，我不是你，我就炸国王了。炸、啊！我就赌你不敢炸、啊，我就赌你不敢炸、啊，出一张嘴。我在这里啊，来啊炸啊，来啊！出一张嘴，出一张嘴。嘴谁炸？小狐狸，嗯，汤啊，小狐狸。我们奴隶只有二哦，看有没有人可以删一下。啊、哦，炸了。哇、哦，你们各种力量都有啊！加分，到底是多爱我？不要挖我脚下，走开！就是爱你才挖你啊！是爱你啊！就是爱你的爱呀、啊！我觉得好多好可怕，你去找阿纪，去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都推给阿纪啊！刚好遇到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被看到了。你是不是怪怪的啊？他真的去找你、欸，他真的去找你，好好笑！挖到，挖到，挖到！哎、欸，我们直升机有人接上去了、哦，好快啊！怎么那么快、欸哦？哇！哦，不行，啊！我的中介珍珠啊，忘记啊！哎、欸，中间的钱有已经挖到，已经挖到了。对，好，小狐狸在挖直升机、哦、下去咯，挖去花钱咯，花钱。哎、欸，约那个剩下那两块。因为炸一炸、啊，谢谢。我没有带手榴弹拿，我只在铺路的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连打小天后，哦，行、哦，你打啊！连打比克，他拿木剑，我站着给他打，打不死我。哇塞！